你好嘛？我是曾比特，我叫阿 Mike， 你好嘛？喺我要系啦，死啦，我唔识同小朋友倾偈，我完全谂唔到讲咩噶。你好啊，俊朗，你好啊，谦谦，系 ，fist bump， yeah yeah。我想你哋做一样嘢，就系估下我系负责做咩，好唔好啊？我嘅职业咧就系要对住好多人嘅。飞机。飞机唔系职业嚟嘅喎，爆炸头做咩？货架。争少少咯，争少少咯。演唱会。诶，都有关嘅演唱会。唱歌词。唱歌词，我梗系要唱歌词啦，系咪先？咁其实我就系一个歌手嚟嘅，你好嘛？系。我完全唔识同小朋友沟通，所以啱啱出现咗好多嘅，我完全唔知俾咩反应佢好，所以啊，好攰啊！揞住对眼先，攞你只手，自己揞住，自己揞住，系啦。好，咁我就去变身啦。喂，你可以打开。Hello。Hello， 我觉得佢好搞笑。因为佢个头好似爆炸，见到哥哥拎咗支吉他嚟咧，其实咧咁啱你都估中咗啦，哥哥系唱歌嘅，你识唔识唱歌噶？识，你识唱咩歌？我系唱歌老师噶。哇，好叻啊你！平时中唔中意唱歌噶你？唱我学校嗰啲歌。你学校嗰啲歌即系咩歌？即系普通歌。你可唔可以唱首歌俾我听啊？咩变日？咁哥哥写首歌俾你听好唔好 ？OK。始终必须接受，未到我便未到我，信彩蛋最美好。再拼命爱别人，到别人也推开，试过还是精彩。佢又搞笑又靓仔，仲有拉吉他好好听。哇！得。可以俾你掌声我。人工几钱？嗯，一首歌几钱？咩？你估下。一百，我估三十。点解觉得系三十嘅 ？Maybe。呢个 maybe 唔系答案嚟嘅。因为我唱歌都只系需要三分钟。咁哥哥大过你少少嘅，咁同埋哥哥用唱歌嚟做嚟维持生活啊嘛，咁所以咧会收多少少，可能五十蚊。OK。Yeah。做明星系咪搵好多钱噶？梗系唔系啦。要拍出名个戏先好有钱。系啊，多嘢做咪多啲钱咯。咁你快啲捉哥哥搵好多好多钱啦！除了表演，其他时间有咩做啊嘛？有咩做？除了表演嘅时间之外，我会都系会唱歌啊。咁我又系有教唱歌嘅，咁我就一路教唱歌，一路就去表演啦。你忙嘅咩？忙啊，开心啊嘛。咁你攰唔攰 ？OK 啦，即系你打全日机，你会唔会攰啊？唔攰啊。咪咯，等你做啲自己中意做嘅嘢，就梗系唔攰啦，系咪先？你出街有冇试过人嚟认得你噶？其實我都唔係好驚認得我嘅，咁因為我成日都出街，咁呢個頭幫咗好多啦，所以當然我自己好慶幸就係即係喺呢一行，大家都跟住又會認得我，又會中意我，咁其實成為咗人哋嘅 role model， 其實呢樣嘢係我自己冇諗過，都係好開心嘅一樣嘢咯。好驚人認得我噶？點解咧？一怕醜。你想做演員啊嘛？演員唔可以怕醜噶。咁你跳舞係咪好勁？點解你覺得我跳舞勁嘅？因为你唱歌要跳舞，又不是特别叻咯。咁我下次我介绍一个我师姐俾你认识，佢跳舞就真系好犀利。佢叫做陈海荣，佢叫 Jace 啊。师姐下次介绍一个男仔过你识啊。我只系介绍俾你识。好，岌头佢。好多人都以为做明星搵好多钱，其实呢个我觉得不啱，因为其实可能大家看到那个就是我们表面上面那个风光的一面，但是其实我们背后很多的需要挨，很多的辛酸，其实大家都
未必會咁清楚。我都想俾大家知嘅就係，其實我哋尤其是喺新人啦呢方面，其實咧唔係真係大家睇得咁靚嘅嗰件事。我唔會做唱歌師，因為好辛苦。彈吉他係好痛一啲手指，我讚佢，因為佢咧揞咧，佢可以捱到痛咯。祝佢拉吉他會越嚟越叻。我祝你身體健康，財源滾滾來。能維護我的所愛。